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礼拜一的值日生蔡哥，你期待很久了吧？7654321 0，没错，大家引颈期盼的纸飞机大赛来了。每个人有一张 A4 的纸，去做出最强的纸飞机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先来做做看。俗话说得好，星期一的值日生通常都是帅哥，我认真哦。那我今天采用的飞机的感觉呢，是有点滑翔翼的感觉，滑滑的，有点 slide slide 的。那我的折法是随性折，我有一点不平均的美感。机的边边呢，我们会给它弄上一个凹，它飞的时候可以充满滑翔。那我们先试飞一次看看。OK， 我们这一次比赛的飞机是比谁可以离原点最近。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要飞得很远很简单，但是要怎么样让自己回到最初的自己很困难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比赛的纸飞机大赛，就是到底谁可以让飞机啊离原点最近。Let's rock and roll！ 你们以为我会忘记吗？一张纯白的飞机，少不了的就是落款。蔡哥好帅，好，真的不要闹。这是起点，纸飞机大赛 ，Go！ 六级，那第六级最后一级是2006年，开始测量，然后前两年，看起来我们这次表现得非常优异。没有经过剪接哦，拿这一把尺是60cm，60，加上40。各位观众，蔡哥好帅号在这一次7月半的纸飞机大赛表现出离原点100公分的成绩，我觉得表现呢算是中规中矩，后面的挑战者可以加油一点，能够做出回归最初最原始的自己，最真实最真诚的那一台纸飞机。那就祝大家礼拜一愉快啦，拜拜。